黄晓明的最新一条朋友圈是对妈妈和家人忏悔，发了自己扮演玄奘时的照片，以表达自己懊悔的心情。黄晓明最近入操控18亿股票案，涉嫌卷进长生生物的案件。不知道网友们如何看待黄晓明发布的此条朋友圈呢？觉得他是真的不知情吗？还是为了以后的演艺道路继续走下去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